心哈，谢谢，欢迎，谢谢老公。秋季挂背对，夫妻万年挂富贵。老婆，我要来娶你了。想娶新娘没那么容易。第一关，爱的快问快答，请问你跟新娘交往纪念日？3月14号。纪念日？纪念日？身体好嘞。新娘生日？5、4。新娘生日？10月19。看看发展。完成喜怒哀乐四连拍。爱妻守则，老婆绝对不会有错。如果是他自己的错，只要他不认错，那就是我的错。总之，老婆绝对不会有错，这句话绝对没错。老婆问你爱我吗？绝对要回，很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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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亲爱的子君，今天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日子，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谢谢你包容我的一切，未来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幸福的家。林允君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要孝敬公婆啊，家庭要好好经营。嗯，好，记得。好。君君的脾气比较不好，我知道。那你忍一点，不要吵架，夫妻要好好的过。感谢叔叔阿姨，让我能够在生命中遇见一个这么特别的女孩。子君对朋友，不是家人，都能给对方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。在相处的过程中，子君常常跟我分享他们家庭上的点点滴滴，让我知道家人在子君的心中是有很大的意义。爸妈，那往后的日子让我们来一同孝顺你，子君未来就交给我来照顾你。把他像这个家的大树一样，维系着我们整个李家人的感情。爸爸虽然比较不善言辞，但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。谢谢妈妈，因为当我们这个家最温柔的靠山，听我说话，听我诉苦，遇到生活有什么困难，我都会习惯性跟妈妈讲。我之后虽然没有住在家里，但我还是会常常回家。只要你们需要我，我永远都在。我爱你们。